日粉的 OOTD 超爱今天这一套。因为今天要去美容院，所以我就是素颜，戴了口罩和眼镜。这个眼镜是我新到的，感觉还蛮适合这一套的。有一天天气超级好，自从封城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 DJ， 然后我想着说今天顺便就过去逛一下，看看 David Jones 有什么活动，毕竟再过几天就黑五了，所以我想去看看有什么羊毛可以薅。娇韵诗，我的最爱。正好今天来逛街了，不出我所料，果然有羊毛可以薅到。我最近是想要囤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。有一个活动，就是11月30号之前，支付宝满2500就会返100块钱，在阿联配里面就可以领券。现在汇率其实我感觉也蛮划算的。墨尔本的朋友们有什么想囤的，现在就可以冲了。感叹一万次，为什么今天天气这么好。我现在刚从火车站出来，我还需要找一下方向，因为我并不知道那家店在哪里。就是这一家啦，现在到了，应该就是这里。走了，现在这边还没有人，坐在这里等一会儿吧。这个抱枕真的好可爱。现在就是这一块做一个敏感测试，然后敷麻药，看看15分钟之后，如果要是没有什么过敏的这种现象，就可以做了。我现在准备敷一下麻药。保鲜膜，把这个表压之后就可以开始了。我现在打完了，这个麻药还没过，脸上超级麻。刚刚做完，然后这一块就是比较红，但后面就会恢复。其实我感觉它这个还好，就是不敷麻药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痛，我敷了麻药还是会有一点点痛，但不过是可以接受的那种。现在打算去吃一个越南粉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现在是11月1日的早晨10:30，我现在要准备冲去 DJ， 然后把我要囤的东西在今天都囤了。好纠结，因为我不知道买哪一款，就是我用过这一款，但是这个系列我没有用过。我打算要不然今天就用支付宝付款吧，就他们这里还有活动。还能用支付宝呢？对，支付宝满2500刚好能减100，然后咱俩买的东西可以一起付款，这样就能减100。那这个活动还真挺不错的，挺划算的，我感觉。对，而且它这个活动一直到11月底